慈禧26岁守寡，全靠三项秘密绝活排解夜晚寂寞。咸丰皇帝此时慈禧才26岁，正值风华正茂的她，活活守了40多年的寡。不过漫漫长夜难免寂寞难耐，慈禧靠三项秘密绝活排解。慈禧朝政忙完后，大部分时间都在作画，而且画工还是十分不错的。特别喜欢画金鱼、花卉，每一幅画都非常认真描绘细节，也展现花卉高雅的姿态，配色上也十分和谐。其实算是相当有天分，加上慈禧书法也写得不错，尤其是草书，画画和写书法就消磨掉很多时间。另外一个兴趣就是听戏，戏剧舞台的热闹欢乐气氛，也能带给慈禧太后片刻的欢愉，度过在宫中枯燥的生活。